听故事了。这是什么形状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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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库和小马的妈妈给他们一张很大很大的图画纸画画。哎，要画什么好呢？你想到了吗？不如来画形状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小库画了一个大圆形。圆形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啊，是一个大太阳。哎，真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画什么形状呢？三角形。三角形可以变成什么呢？想不到。哎，可以变成苹果树。耶，我最爱的苹果了。哎，我们还可以画正方形。正方形可以变很多东西。哒哒，可以变成屋子、窗口，还有长方形的门。其实还可以画很多不同的东西哦。我们来变变变。哎，三角形和圆形就变成了小鱼。哎，长方形和圆形就变成了嘟嘟汽车。圆形和三角形就变成了 sunflower 太阳花。三角形和圆形还有长方形就变成了喵喵喵。终于在他们的图画纸上面出现了好多好多不同形状的东西耶。小鹿和小马都很开心。最后呢，他们决定剪出不同的形状。要做什么好呢？耶，不如我们做一个飞机，飞很高很高很高，来看一看我们画的东西。哇，原来形状可以画好多不同的东西呢。我还看到了我们的小屋子和我们的妈妈在屋子里面，是妈妈耶。诶，我们要不要飞更远？这时候妈妈说，嘿，小鹿小酷，回家吃点心咯。他们就决定赶快赶快跑回家吃他们最爱的点心。点心吃什么呢？耶，吃我们最爱的圆圆的 pancake， 还有最好喝的 orange juice。 耶，开动啦。你也想用形状画画吗？快来一起玩吧。